看这肥美油亮的卤肉，有谁能抗拒？今天来到台北信义区的夯卤肉饭，一进门，猪肉和酱油交织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这间经典的台湾传统小吃，每道都能品尝到满满的人情味，而且他们的生意真的超级好的，太嘎好矮。嘿，梅森，看这个卤肉的胶质 Q 弹饱满，梅森已经受不了了啦！入口直接惊艳到我，猪油的香气充满口腔，完全不油腻，让我一口接着一口扒卤肉。饭的绝配小菜油豆腐和卤蛋，各位别忘了来一份哦。他们家的油豆腐分量很多，稀薄卤汁甘甜不死咸，卤蛋也非常的入味哦。但是这样怎么够呢？他们家的当阿米糕也是人气美食哦。喜欢吃辣的朋友别忘了加点他们特制的辣椒酱，整体的香气再升级。看看这个米糕粒粒分明又油亮， Q 弹到完全抵抗不了。还有台味的排骨酥汤也让梅森销魂忘我、哦、排骨酥入口即化，汤底香气十足，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。各位如果有经过这家满满人潮的夯卤肉饭，一定要进去感受一下台湾的人情美味哦。